学校还要好，所以我觉得。
我尽力了。英语要在哪里饱了吗？还没，中间有饱了，但是甜点是另一个味，所以还饿。因为我一直在减肥嘛，然后都不敢吃烧肉，然后想说终于有一次可以正大光明的吃烧肉的理由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哎、欸，我很拼命哎、欸，就比赛的时候超拼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哪像你一百二。成绩没上，就是没有想到是我们樱花组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被大家看好，就是没有人觉得是我们樱花组，所以那个 moment 就是哦，真的是我们，就烧肉一样，我们离烧肉的距离就这么近，哇哇，超近，超近，觉得我们非常棒。的努力。